上次讲到调节血量，下来是下面两个，濡养本脏，以及所熟的形体关窍，然后为精血之源，这个合并一起讲。生理上，肝主疏泄，人动则血运于诸经，把血疏泄出去，然后可以濡养所熟的筋跟木，然后又是月经血的来源。病理，我们原来学过心血虚，现在看看肝血虚。那肝血虚，先把血虚弄出来，讲吧。面白无华，或是萎华，什么？色淡，胎倒无所谓，这个它不太影响舌苔，那个舌苔形成的是中正讲的脉。弦脉是肝的脉，脉弦细。然后还有一个常见症，头晕、头晕目眩、到这里你只能说血虚，你还不能定位是心跟肝。但上次讲心血虚的时候，是心悸、心烦、失眠、多梦、健忘、恍惚。那现在他，用什么做肝的定位标志呢？肝主筋，肝开窍于目，目。你看血不够，不能濡养眼睛，目干涩。你对人目干涩的话，肝阴虚也可以的。你总之就是液体不够。其实它这个还是着重营养，目干涩，视物模糊，然后是夜盲，夜盲一到傍晚就看不见。能不能想得清楚为什么肝血虚会夜盲？比如说你白天看得见，晚上看不见。对，升降应该是升降问题。你看你肝主疏泄，气行者血行，早上是升的，木在上面，气往上，血跟着往上。你一到了傍晚，五行属金。金是降的，至少是这是因素之一。当然，你血虚那个本是少不了的。好了，肝主筋，这个筋现在还没讲到，略略带一下。这中医的筋相近于西医所讲的肌腱韧带。肌腱韧带是辅在关节，它的收缩舒张，然后产生运动。你现在血少养不了筋，那么至少是精力是不健，然后再进一步是不能控制筋的舒张收缩，所以假如是比较轻的，应该是手足麻木。你看贫血的人经常手麻脚麻的，那个是你可以说血不养脉也行，你说血不养筋也行。然后重一点的是关节虚软，好像有点活动不灵便的感觉。再重一点，抽。抽搐。
这里宰杀动物，放血放的差不多，它就抽着了。其实这里还应该有个延伸，有的同学自学会看到后面，爪为金之鱼，爪甲，爪甲不容。你注意这个爪甲不容是个很模糊的词，详细一点的，我们讲到奇花在爪的时候再说。这是肝血虚，基本症候还没够。刚刚讲的为精血之源，肝藏血，肝藏的血会灌注到子宫，然后成为精血之源。你这血少了，那不用讲了，月经量少。月经量少的一般多半都会时间压后的多，行经时间缩短。假如再严重的，那就是闭经。那这样一组就叫肝血虚。假如跟心悸、心烦、失眠、多梦混在一起，那就心肝血虚。好，这是第四点。好，那么回到第一点，涵养肝气，使之畅达而不亢。那么畅达是肝主疏泄的基本的要求，但这里有个意思，你看涵养肝气，使之不亢，好像有个潜台词，肝气容易亢。你说为什么肝气容易亢？那首先肝是五行属木，木还没那么简单哦。前面讲过，眷木可以取火，木中本来就含火，所以它本那首先一个是上升，木的趋势是上升，另外一个木中含火，那么除了上升，它还有一个化火的倾向。另外一个就是少阳，原来我们用爻来表达，其实你化成太阳更好看。那这是太阳，整个都红的。这是太阴，少阳应该怎么画？你把这个一横过来，太阳刚刚离开地平的时候，显出半个太阳，那就是太阳。太阴、少阴，这少阳、少阴下山，那你变成爻，这不下面是阳，上面是阴，这上面是阳，下面是阴，你看看有没有？看过太阳从海面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半个太阳慢慢就离开海面，离开海面的瞬间好像有一个腾空而起的那种感觉，我们一般形容叫喷薄而出。你看你用个喷字，向上的特征，你看它是从少阳到太阳之间，那个上升空间是非常大的，这个过程有化热的过程，也有向上上达的过程，所以肝的特征是容易过。那么你容易过的那个是阳，你现在藏的是血，等于血足阴，一阴一阳，我肝藏血，血足了能够制约阳，不使它正常疏泄调达舒畅，但不要过亢。其实我这个已经部分注解了后面那个体阴而用阳，跟着防止出血。教科书有两种解法，第一种寒阳而使血不妄动，这种解法是对的。这里就引来出血的第二种可能了。上次讲脾同血讲过，脾不同血是气不摄血，气不够。现在肝不藏血多半是什么呢？你看刚才讲的肝阳容易动，阳气过旺，
阳气流行加快，血流行就加快。所以第二种出血的原因，中医叫做血热。所以说热入血分，血行加快，我们叫做破血妄行，然后导致出血。那么书本还有第二种解法，那第二种肝部藏血是肝火肝阳亢，破血妄行。至于肝火跟肝阳怎么区别，我们等一下略略提一下，详细的鉴别留给中诊。但是他这里还来一个肝气虚而不涩，我个人感觉这种正提法不太成熟。其实他的原文讲的是肝加不涩，肝加不涩不见得就是肝气虚。你看看刚才我的表达是这样子，木少阳都好，它容易往亢的方向去，换句话来讲它不容易虚。所以古人总结肝的病理特征有一句叫做肝气肝阳常为有余。所以你们以后学中诊跟相应的内外妇儿，很少看到肝气虚肝阳虚这组症候。我不能说临床绝对没有，但是少见。另外一个，我们看看肝气虚会不会导致不适。那我前面讲过一个概念，叫气不涉血跟脾不统血几乎是同义词。你现在又来一个肝气虚不适，那就乱了。比如说你说气不涉血，我到底是补肝气还是补脾气？还有一个旁证，你们以后学到中药，或者现在你翻一下中药教材，你找一下补气药，因为每味药都有个归经的，比如归心肝脾肺肾经，它归哪条经？你在至少在教科书的补气药之中，你找不到一味补气药是归肝经的。那肝气虚怎么补？你都没药。但有同学说，你刚才不是说不排除临床还有少量的吗？怎么补呢？补肾气，水能生木，直接补肝气的药，至少在常用药里面没有。我不能说在所有的药物没有，因为中药一万多种，我也不能全部认识，所以这个要注意。另外一个可能，很多人是把中医的脏象还是有意无意实体化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注意啊，肝的功能，心肝脾肺肾的功能，其实是木火土金水气的性质表达。我们看看呢，比如说前面讲过，脾主脾统血，我讲过土的特征是收摄、生化、承载、受拿，它有个摄拿的意思在里面。这是土气，肝气的特征是舒展。那你现在假如说你说肝气虚，我就倒过来推，就肝气不舒展，肝气不舒展怎么会出血？它不管舒泄的，只会说肝气疏泄太过，肝气散掉了，血跟着散掉了。所以一般来讲，脾不统血是气不摄血，肝不藏血多半是血热出血。另外一个从部位来讲，脾不统血上次讲过，下部出血多见，因为脾气不生；肝不藏血的出现是上部多见，因为肝气肝阳有余上利了。所以呢，出血的第二组原因血热在这里出现了。你说我怎么知道是血热？很简单啊，出血的时候兼有热象，不一定发热，比如说面红、舌红、口干、苔黄、脉数、小便黄。哎呀，其实你们都很常见的，比如说有时候早上一起来流鼻血，你都知道说上火了。那上火的出血就是血热出血，破血妄行。生理特性，肝为刚脏。这个刚的意思是刚强勇猛。其实肝为刚脏，我刚才讲了一半，
容易过亢。所以你看，肝气主升主动，刚强躁急，容易往过旺的方向去。肝气肝阳，肠胃有余，这是病理啊，病理概括。那生理上，主升主动，木主升主动，少阳主升主动。讲到卦象，更加主升主动。震卦，你看震，上面两个阴爻，下面一个阳爻，但是中间是空的，阳是主升的，多么容易升上去。震为雷，那这刚好是春天的地方，对应的是雷，所以的什么雷霆震怒啊，干在之为怒啊，跟这种意象关联也比较大。好了，体阴那刚强躁急，你注意，我觉得那个肝为刚将，刚强躁急，说是生理特性，应该说三分在生理，七分表现在病理，实际上是表现在病理为主。然后体阴而用阳，体指的是本体，用指的是作用。那我前面讲过，肝藏血跟肝主疏泄的功能来源，肝藏血应该跟结构的那个关联非常大，它里面都是叫做肝，它的细微结构叫肝窦，肝窦实际上就是血窦，所以肝藏血本体属阴，肝主疏泄作用为阳。然后假如用少阳来讲，恐怕会更好讲。那上面是阳爻，下面是阴爻，前面讲阴阳学说讲过，阴在内，阳之首也，阳在外，阴之始。上爻的外爻，下爻是内爻，阴在内，阳在外。那么在外这个阳就是肝主疏泄，它是主升主动的，但是它以内部的阴血为物质基础，这个就是体阴用阳，也就是阴阳互根。最明显的体现应该是在肝的这个功能里面。那刚才讲的肝气肝阳肠胃有余，你又体阴用阳，那就带来病理上的下一个麻烦，你不是功能容易过亢吗？功能过亢就容易消耗物质。那下一句，肝阴肝血肠胃不足，肝阴肝血肠胃不足，所以以后教科书也是见到肝阴虚肝血虚，很少肝气虚肝阳虚。前面讲的心是君主，肺是相府，脾那个没讲，脾为窗明之官，就好像有点像主管粮食仓库的官员，假如觉得这官太小了，叫后勤部长吧。肝者将军之官，关于将军之官，我觉得很多人理解这四个字的时候有点歪了。他经常把将军之官跟肝为刚脏作为对举，比如说问为什么肝为刚脏，回答是肝将军之官，倒过来问为什么肝是将军之官，回答肝为刚脏，有点理解歪了。你注意啊，将军之官的后一句是谋虑出也，恐怕我们是看小说看多了，觉得将军是冲锋陷阵的刚猛，当然能打是将军的本事，但是冲锋陷阵那种是先锋啊，偏将小将，真正大将军哪需要上阵的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，像韩信手无缚鸡之力，
一样是大将军。中国历史上战功最无争议的一个将军，大家都不太熟，小说里面几乎没出现过这个人，好像是南北朝的，叫做陈庆之。对，他的特征是每次都是以小胜多，以弱胜强。比如说他3000打败了7万，7万打败了100万。而且很奇怪的就是，他本人不懂武功，拉弓箭拉不开，骑马骑不稳，以弱胜强还很奇怪的。因为一般的介绍，因为我没太详细看他的很具体，只是看了一些战役。我发现他以弱胜强还有个很奇怪，他不是主守的，他是主攻的那个。比如我3000对你7万，我就打到你落花流水。你说马弓的，你说马他连营那个也说不准了。你只要是一个营倒了，那个一炸营，那就不是打仗了，是屠杀了。但问题是，你经常发现他好像是以小胜多，是攻城哦。人家是守城，他是攻的，这是很奇怪的。因为你攻的地方肯定人多的，还未必拿得下，守当然容易了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他攻人家守，他少人家多，他还本身不能打。所以，真正的将军应该，其实比较全面，应该像岳飞那种，有勇有谋，刚柔并济。所以，刚的生理特性应该是这一个体阴用阳。所以说，有勇有谋才是将军本色，才是刚的本色。过分强调他刚的那一部分。不见得是，至少理想中的刚应该是这样的。还有，我觉得我为什么比较欣赏那个《内经》那句“木月夫禾”，其实夫禾的那种输不气的特征，带点油油的感觉，就好像和风吹来的感觉。你疏泄两个字太硬，你看是木月夫禾有点像打太极的那种感觉，是吧？你看气走的至少是曲线吧，但你疏泄好像走的是直线。所以我觉得夫和更符合肝的特征。